你该不会真的要换这件给我们看吧？天哪！是网红出现单元啦、啊！我们今天主题的正妹网红就是谢又欣，她最近哦很红哦，因为她最近好像开始在拍一些写真集，然后很多相关的宣传，然后她在 IG 的粉丝好像已经将近500万了，非常的惊人。那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快速来到他们家门口，喂，我在你家门口。是什么星座的、啊？嗯，双鱼座，所以双鱼座不爱在你房间，没有啦，比较不会收嘛。其实一个人住的女生，其实这样是很正常的，就是因为到家本来就想自在啊。如果什么都要收好的话，觉得很逼人。但是如果跟人家合租的话，就是一定要干净，不然免得遇到一个洁癖就不行。好啦，那你也知道现在挺细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哦。很多陷阱，我们来看看哦。招领通知单、缴费单，哎，又新的粉丝，自动一点啊！看缴多少金额，偷偷私讯又新。犬猫专科猫，对，他去看医生啊。OK， 现在有几个线索：第一个，他喜欢白色；第二个，他有便秘的困扰；第三个，他很多缴费单还没缴。又新的粉丝们听到了吗？自动自发一点的，他就是缺一个。对他好大方的男生可以帮他收，所以呢不要要求完美，因为没有人是完美，就是他的不完美你才可以补足他，你们才有机会。看看女生的冰箱，我冰箱也是很可怕吗？是的，就是哎可以啦，至少是干净的。你知道我们去访过几个人啊，就是看到的冰箱大部分都很可怕，都是那种过期，可能一两个月或者一打开就有臭味。你那个冰箱是合格的，而且我检查一下它的保存期限，那是过期的，还是过期的？刚才帮他讲话，过期了，不要喝了好吗？那这就不理他。那我们来看下层。其实我觉得你的冰箱应该是你整个房间最干净的地方。我真的觉得它的你的冰箱是很 OK 的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这边就一堆未拆的衣服，这是淘宝吗？这是虾皮乱买，虾皮乱买，而且都是角色扮演的，直播啊，哦，直播需要的。那我觉得你穿它这一套好，太露的话就换别件。但是我觉得你个人就是很适合逆俗型。因为佑馨就是高挑，很像那种姐姐型，太可爱好像不太行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你换，等我换。对，是在换。对啊。好，刚刚佑馨那一套真的很厉害，可是他自己不喜欢，所以他现在去换了第二套。看到护士装，突然想起过往的回忆。对，那我跟佑馨算是就是很有缘，他以前是我隔壁班同学，然后我们在嘉义念护理科，一望无际的地方有一间学校这样，然后我们两个刚好是隔壁同学，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就真的毕业后就当护士之类的，然后当到现在结婚之类的，很多都是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比较特别。想不想看佑馨以前学生时期的照片？破10万公布。我床底下可以起来。哦，用遥控器。哎，其实他们家很高科技，那我要等他起来。哦，哎呦，哼，还能再高吗？还可以。好，只是我怕我整个被掉。哦，设计这边很有可能是日本的。知道吗？很像那种以前看那种什么住宅改造计划，把小小的地方变得收纳空间很大。好，我再开一下，随意开，很像考古的感觉，像挖掘地底下。空的。
空的吗？空空。会不会开出来一颗头？开出来一颗头也太可怕了吧！桌子，它这个有桌子哦。哎，这个真的很酷哎，就是樱桃小丸子家会出现的东西。对，现在就是软脚啊，吃东西。可是应该是不太会，你应该平常不会用到。目前还没用到。还没用到。对。所以今天有发挥它的价值，就是在影片秀一下它。秀一下。太淘啊！好。我们现在就一样把这边大概翻一翻，看一看有什么东西。上面几乎都是直播用的。哦，直播用。哎，你真的很用心在直播上哎。嘿，对，上礼拜是啦啦队，也还有主题的对。目前为止的心得就是，若欣是一个很注重吃的保养，对，然后就很多食补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他会便秘，对，然后我们家有很多机关这样。好，我们去看浴室，很赞哦，一进来就看到很多内裤，而且是性感内裤哎。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这是兔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兔尾巴的丁字裤，好性感哦！哎呦，我一个女生觉得好性感，而且你也太多件内裤了吧？对对，你是累积起来一起洗？哦，这边是脏脏的，对，这需要消毒，这需要消毒。原味内裤区，刚刚佑馨有跟我说，因为刚刚我有突然问佑馨说，你衣服怎么可能那么少？然后他就说，对，他其实有另外一间专属的衣柜，就在这边，我们就来探索他的衣柜吧。由你来带路，我自己就是整理衣服，我都觉得很崩溃，很崩溃，就是觉得很可怕。噔噔噔噔，麻烦上面放。我这样一眼望去，发现佑馨其实会穿的衣服真的差不多，超多小可爱的。对，这种就是很多一件，我这样随便抓一件、两件、三件，而且我发现都是很多是同款不同颜色，像这两件就很类似，基本上是一样的啦。内衣区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分给观众。来，给你们闻。都是那种短版背心上衣，我现在看到短版背心上衣应该就有20件以上，跑不掉。这样火山爆发了？火山爆发吗？你知道它没有什么火山爆发系的衣服啊，它都是直接爆发系的衣服啊。你知道火山爆发什么意思吗？就是那种比如说短版上衣啊，然后它是短袖，然后很紧，它虽然没有露沟，但它会感觉像爆发的那种衣服。它这个就是直接爆发，因为就会直接露，对啊。